你说实话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我的？我喜欢你。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你了。完美的爱情是彼此深爱，势均力敌。 男生喜欢上小粉丝这件事，能不发生在我身上？聂世兄，冉流星喜欢你。我也许不是他最好的选择，但是我会为了爱他用尽全力。你对他这么好，我都感动了。别说宁致谦了。 许个愿吧，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。听说你喜欢我，你知道啊？我发现你了，我恨你，恨我。你让我们白白错过6年的时间，以后再也不分开了，好吗？为了你，什么工作，什么前途？ 为了你有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是我自己盼能够让你幸福。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跟你在一起。冉流星。 立 TV 历史线上影视。